多數人嚟到都啊，呢、這個小朋友好得意喎，唱歌呢、這個。邊度揾個小朋友唱得咁叻嘅咁？係咪你個孫女嚟㗎？不嬲尾聽咗我講嘢之後，佢就啊，你把聲嚟嘅咁話。陳寶啦，陳寶啦，一起去啦！不過佢把聲係靚啊，係佢唱粵曲啊嘛。我先生佢自己諗嘅，一開頭清唱嘅啫，後屘我個女咧就，不如我同你作一啲字啦，佢彈埋個音樂咯。我話不如你唱埋啦，佢話我唔識唱喎，咁我唱啦。唉，好多細路仔，啲家長話。他們回到家之後成日一直唱陳寶啦陳寶啦陳寶城陳寶啦啦啦啦啦好上腦因為他會無限錄的反感都有的他們說呢有些像 Halloween 那些但很多學生啊老師他們玩陳寶遊戲那時候真的播著這首歌來玩還有啲西人都識唱，都有啲客人咧就將佢錄咗之後咧，愛嚟做手機嘅鈴聲，啲客人欣賞。